来，300块来穿出去。来，阿龙关掉啊！都拿到了吗？好、哦，来，都快来，开始。我还要问我卖拍摄，安尼较袂讲话，啊，刮刮皮钱无刮着，较袂在少钱诶。啊，存起三块，有咱300块。无到地后刮现皮，后日拜六我就要来啊，干一礼拜啊，去三块清真。三百拢卖哦，都做啊吼。我来后来我去三块，看到两个甲上火去了吼。来要吃的来，没有东西哦，这是客人要求的吼。组合包，充钱快。进来，我吃足袂爱袂做组合包，这等于头家骂死我袂得意，因为两个大哥拢搞我报等于我头家看吼，我骂死啊，唔知。来1000块来，会怕哦，会怕对不对？不会啊，来边个搞卡一个较大个，再做我。这边卡多啦，昨天买过阿伯，等于都骂死啊，来。1000块只有一个小姐敢哦，啊其他人呢？不知道我要买什么，我要卖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刚进我马哥，你在外面北上。哪一个？你想吃什么？让你点一样而已哦，一样而已哦。一样。嗯。其他的我处理，你点一样。你先站着。这样怎么听呢、啊？好烂的，我叫你点，我就要处理的。完了没有？哎、欸，那个虾姐，你喜不喜欢吃那个虾子啊？不喜欢哦。啊，如果我送2只给你没关系啊哈，2只可以的哈，超过3只就不行了，因为老板会骂骂，会骂骂，你是给这来冲哪位啦？不错啦，有啦，那我给黑米钱，我边啊，我来上好品呢，来1000块几个？4个啊。下次说真的，我很想要送下去，可是哈，你想跟他讲呢？蛋黄花手臂也少，蛋黄哈来1000块，4个客人而已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没关系啊，反正天气冷冷的，啊一克五百，啊一克两百，你吃，安尼1000，啊不会啦，会涨起来较好喝恁的啦，现在还袂涨的，就使喝恁。来1000块，4个买哦、喔。我要去店了，准备上啦。你可以上亿元了，什么墙啊？佛跳墙，现在只有佛撞墙，现在没有佛跳墙。过年前都缺货，缺货。那十万吨的，无你有佛跳墙能卖？来，干杯哦！来，我感觉这没人吃得了，我今天我家己有吃。来，这人两只我的。没事啦。看这两个垮，我拍摄出去有广告吗？来啦，一千二零的，一千块个人爱下不？还没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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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有结束，刚开始而已。来，1000块几个买啊？一样4个哦，好丢脸，怎么那么少人买啊？来啦，这个、哦、很多人有买过了，可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吃过。哦，不加贵，上你哦，不是给你哦，上你哦。1000啊。赶快去两个哦，来去吃鸡头你也过来。半只。啊，你的泡芙。啊，泡半只。这是几只啊？门票我白讲，这是几只？半只你要泡芙，还得换，好麻烦。是几只？你来，赶快，1000人，1000块了。中午啊，4个，没有增加。我外面矮边边可以可以啊，硬汉。外面矮边边。你喜欢不喜欢？来，重点来了，这个小姐第一个拿钱的，她说要虾子，来一只给你，来1000块就好了。太离谱了！上个是吃，我等到我带阮这两公公两只熬夜了。这青哦，这米色的哦，吼，这等于用真的选活下来，1000块了。来，还没有人要收钱哦。1000啊！没关系，再量有另一个情况下。去餐厅吃这5只300块，这5只300，来10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不够了，不够，阿伯你只要到几多百了哈？我都无啊，1000，我不是卖你虾子呢，这虾子是等于送你的呢，你丢1000块，你真吃无对面啊？来，最后再卖2个就好了，来1000块了，1000块的，够啊，我要躺了啊。我躺了，我等下不要在那边聊，我那边就把你的那个挖过掉。大爷。
来啊，赶紧的来。哦，你一千的乌面的，就出来猜猜的啦。别鬼吧，都猜中没过。来了哈，来，你们六位请等我一下啊，我这样子包装好，等一下一个一个给你们来。来，几千的。这个假虾吧，一定得当干菜，我等会给你啊。哦，鱼卵也有了，来看一下他给多少钱，我先。来鱼卵，哎，对嘞。哎呦，买一千的要帮我拿代币，这边小姐的，这边小姐，她不知道要拿代币嘛？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你是吧？对啊，你是第一次来的。他后面大哥我有看过哎。啊，哇哦，哇哦 ，MTV 会录不好的哦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一站的鱼卵的，这个叫 Happy 能来，请各位注意哈、啊，我要去刮你啊，我没有第二盘的，因为真的没有货拿，不是我没有东西卖你们来，我还让给钱啊。啊，是啊，哥哥，没搞呀，一个人不用买一千，也不用八百了，要吃个果饭，三百块的。三百呀。你请鱼能的来，今天三百我来。这酱鱼卵哈，哎，这里个真正的哈，它切片，沾沙拉真的好吃。两个，三个。最后一位啦，小姐，你钱为什么不给我？我看到钱没有说很难过呢，难受香菇呢。来沙巴，最后几位两个哦，我不知道几条呀，好来，我拿给你们，一个人只有一条，两条我还没有讲完呢。来三条，餐厅吃就450了。这条再给你三百块，四条拍片，这条是哪里来？三百的，这条五条，不是三条，五条的啊，这正鱼卵哈，不得较大条啊，拍起来有哪不好个？这只安尼拄啊好，一等这一条啊，这两条啊，拄啊一撮落人，你说怎啊花呆？来300块，还有一位没有拿到哦，好来，赶快来，过来进来拿货。来在哪里？好来，妹妹姐，不要我打卡都好。外面头前我见两条放袂住，来三百最后一个，后面两条我看你要放哪里？来看下表。看下表，剩余两是讲还袂大条的，吼，还要三单后袂较大条。来三百拢话袂，拢话哦。来什么老妹鱼两个？只有今天哦。安尼我老太真了，我老太真了。来来来来来。啊，要吃蛤蟆哟！好啦好啦，我的蛤蟆哦，给您担一担啊，真歹势啦吼。我们的蛤蟆哦，今天不大颗，没有很大颗，可是放心，全部都是活的。用化冷巴，雄秀的化青巴，打没没啦哈？来，我再给你50块，不用买100了，50块就可以了。50块来，抓几个没有？两个没有，要50块就可以了。礼拜呢，这蛤蟆等于空盆啊，怕太贵啊，队长。我咧跟你讲话，你不要嘛插话进来，你来我进来，对，插话进来，你是来我这弄话的，得力得力得力，那不会看我的阿妈哈。哎，是你啊，是你的错的阿妈，现在阿妈要都划掉，还好厉害。来，你来我插的，我是过来弄话哦，一人三十五，那是中招呀。差不多中，从早来才甲包出来来，对啦，不是啦，像安尼包出来啦，才包出来，我都给你冰冻。来，二阿哥要吃黑根哦，干甲骨啊，没事啊。啊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讲。不得，今天要跟阿哥晚会听明白。不用会。来，有个吃黑根的手工的，非常好吃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，我还有另外一种，没关系，一样一样的，等包回来的。秋干黑根没等包的。两百块，没有人理我吗？那我就直接跑、哦、来。小姐你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哈、啊！哎，俺家拢老朋友啊，来，我要吃200块，我一个两个都银钱哦。过来，你动作较正常哦，你唔通做你出我姜哦，我这什么姜你敢知？我今日去唔是带猪姜的，200块拢话，黑金200，我今晚都话零两的你。来200拢好嘞！哦，是啦，捌吃过啊，好吃啊，过来买啦。九条、十条你啦，12条你啦，200，十三条啦，贵14条，啊，十5条你啦，难怪呐，卖起价啦，大家人叫人吃好吃就好啦。来几千块？200块来，200块不是12条，15条了，哎，掉几条？来来来，来。一包给掉的，来200块等，200块来，九来，十来，12来，15条给你来，200块。都有人还没看到吗？
脚，这脚黑影的黑盾哦，就吃得到。